好，那我们开始看这个例子呢，它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呢它有讲过比较多的状况。好，那看一下，曾经有一年呢，我就从这期末考就从这一题把它读出来了，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好，那我们看一下呢，例如说这个例子呢比较。完整好，就是从一开始怎么做，因为有连贯性的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实务上可能会比较碰得到的哈。那当然，这样对同学来讲，考试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如果万一你题目错了，后面就不会对好。所以呢，这也是出题呢怎么出才是又能够考到我自己的。你们应该要知道的，然后用什么样的评分方式能够让大家比较不会有那个连锁效应，这个是考验我的智慧。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示例五。好，那请还在睡觉的同学就起来，如果还在用电脑的也把它关，就收起来好吗？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示例五呢，他说呢，叉五来猜一瓶1A号。取得一个机器成本是500万，然后年限364月啊，10年没有产值，直线涨跌折旧。那3年后呢，因为使用的方法发生重大的变动，估计呢这个对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可回收金额是280万。然后呢，差4年啊，就是在差3年底发生的事情。那差4年呢，评估这个机器没有接准的迹象啊，那也是。但是也没有迹象显示之前所认列的减损不存在了，那年换言之就是继续维持就好了。那差5年底呢发生了下列的状况，好，那这差5年的准备要把它处分掉了哈。所以第一种情形呢，差五年的3月31号呢核准这个机器出售的计划，然后呢把它符合分类为待出售非流动资产的条件。然后当时候呢，就3月31号呢，它的公允价值是180万。那在9月30号呢，因为法令的减除、限制的解除，哈，所以它的价值回升为240万。那11月30号呢，又270万出售这个机器设备。好，所以呢，从差五年开始，但是呢，虽然在差五年才开始呢，我刚刚讲过，当它要从它一般正常使用中的资产转列为非流动资产的时候，待出售的资产的时候，我们要先把它调整为当时候，就是调整从分类为待出售那时候的账面价值。好，嘉琪不见了吗？对不起，结果他马上那个嘉琪不见就被我发现了。你啊，我想到一件事。人都算幸福。好，那也同时意思是，跟嘉琪讲说，我知道他没来，不是，他已经离开了。那他笑得多幸福。别越描越黑，你专心赶快擦掉。所以以后那个千万不要随便把事情交给他哈。他那个嘉琪先离开的这件事情，就因为他没有参与版被我发现了。好，你先插，我先讲啊，因为他来不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去算差5年到3月31号为止，他要提列的折旧费有多少？那因为它用直线法，所以我们要先去算它每年提列的折旧费就可以了。成本500万，好，没有残值。老师，是。我帮你去换笔。不用，它有水了，已经拿了很多支的新笔了。好，再用年限10年没有残值，直线法就得除以10，所以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是50万。然后呢，我们从那个，所以呢，我们3月31号呢，是不是只有12/3？所以乘上12/3，所以等于呢，我提4/4是12万5千，对，50万的4/4。好，看一下哈。好，所以第一个，我差三。
差五年三月一号，三月三十一号要做这个转变之前，我先要先补第一季的折旧费用。所以第一个我要先把折旧费用算出来，谢折旧费用，看累计折旧。25,000。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它从它账面价值转列为非流动资产。对不起，这边有点问题哈。为什么？因为我在3年底的时候呢，有做了资产减损。好，对不起，这边我要做这个之前，对不起，先让我过去哈。折旧费用不是这样，好。我们要先做到3年底，好，我50万，然后到3年底的时候呢，我有150万的累计折旧。那我的3年底的时候呢，我先做3年底，因为它要发生减损。然后呢，3年底的账面价值是500万减掉150万，所以它的账面价值是350万。但是它的可回收金额是280万，却发生了70万的减损。好，这样看懂吗？因此，4年12月31号，我要提的折旧费用。好，那我要提的折旧费用是多少呢？是不是500万减掉3年的那个累计折旧有150万？减掉3年，我承认的累计减损70万。好，所以这是我的账面价值，就是280万乘上我现在剩下几年，是不是剩下7年？对吧？本来10年，已经过了3年了，所以剩下7年。所以我每一年提列40万的折旧费用，从4年开始，每年提列40万的折旧费用，280万除7，每年就40万。所以5年12月31号呢，我的折旧费用就是乘上什么？乘上12/3，所以是10万块。好，所以5年我要做这个重分类之前，先算出来第一季要承认的折旧费用是10万块。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做的事情。好，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要做上季的好相关申录嘛，好，所以呢，这是第一个5年3月31号我要做的事情，做的事情。那第二个我要做它重分类为待出售，所以我要把它写成待出售非流动资产。好，那当时候呢，我用它的，因为它这个3月31号的时候，它的什么？它的公允价值是180万。可是我们看一下呢，到5年3月31号这个时候的账面价值是多少？500万，减掉它的累计折旧有多少？3年底是150万，4年多了40万，然后在5年的时候多了10万，所以全部是200万的累计折旧，对吧？它的累计折旧前3年加起来是150，4年40万，5年第一季10万，所以全部累计折旧200万。那因为我前面呢，除了累计折旧之后，我还有承认减损70万，所以呢，我的账面价值是230万。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说依它的账面价值调整。好，所以呢，我先承认230万的账面价值，但是事实上，它当时候是不是只剩下100？它这边告诉你说，我在差五年3月31号的时候，我是有只有多少？我的可回收金，我的公允价净公允价值只有那个只有180万而已哈。所以呢，我们的处理方式，因为呢，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好，他这边有讲说他的处分的方式，这个调整的方式呢，我们有两种的处理方式。方法一，好，365页的方法一，他说因为转列为待出售之后，我就不再提列折旧。好，所以呢，
我不请业折旧，那我就是因他折旧之后的账面金额，因为我的减损继续保留着。因为减损继续保留的原因是可能他认为未来减损有可能什么回转，有可能是这种情形。所以方法一的时候，因为我的待出售非流动资产，它的账面价值是指减掉累计折旧，因为以后它不再提列折旧。可是它未来呢，所以不提列折旧，但是还要做减损测试嘛，哈，所以还是要承认减损，所以它这边就承认300万，然后我把它的累计折旧都冲掉，好，累计折旧，原来的机器设备，我还有累计减损，原来的机器设备。然后我把原来的机器设备呢，好，原来的这边是不是200万，累计减损是70万。好，那我这边呢，机器设备原始成本是500万。好，那我的同时承认我的什么累计减损，累计减损呢，我们还转为是非流待出售的非流动资产，也就是说呢，我是跟着这个科目来的。好，那原来有70万，我现在是不是从我现在是不是它的可回收金额只有180万而已？所以呢，我可以把它两个并起来，好，所以呢，我应该是什么？累计减损，我应该承认的是120万。课本是把它分开写，好，分开写，它分开写是先承认70万，好，我的那个我这边先承认为70万，然后我这边承认减损损失，对不起，这边找了一个减损损失。因为我的账面价值是230万，可回收金额只有180万，所以我发生减损损失50万，所以我先把它整个写在一个分录。课本上的写法是先把它写，先把那个机器转为待出售，然后再待出售重新去评价，承认减损损失50万。所以课本上面是写成，你可以看一下呢，后面好在365页的倒数第二个分录就是3月30号呢，认列减损损失，是不是230万的账面价值减掉可回收金额180万？所以他进公允价值180万，所以他只有50万，他要承认50万的减损损失。那我现在是把方法一的差5年3月30号跟我们第三个第三点承认3月31号的减损损失，我把它两个合并起来写，这样看懂吗？这样看懂吗？所以方法一是先把它的账面价值先转从非流动资产转为对不起。把机器设备转为待出售非流动资产，然后再将针对待出售非流动资产去做公允价值的评价，好，进公允价值的评价，你说再去做评价就是了。好，所以那我现在是直接把它写成一起，这是第一个方法一的写法。好，那第二个呢，方法二呢，他说好，根据呢我们的36号公报的规定，认列可以认列减损回转金额，然后呢是认列为待出售机器设备的累计减损，也就是说我在重分类的时候就计算可以认列的回转金额，然后呢那个就把它承认为累计减损，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是不是讲你有减损发生，你可以如果当你有价值回升你可以承认。好，那方法二的时候说，我不要等到我，如果方法一的话，不是方法一啊，就如果我们纯粹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如果未来价值回升的话，如果回升超过那个在70万的范围之内，我全部都可以承认回转利益，是不是真的是可以这样呢？方法二就是想说，我不这样子做，我先把它可以回转的金额先算出来。换言之呢，我就先去算，如果在差5年3月31号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的情况之下应该有的账面价值，
那未来如果我回转的时候，我是不能超过这个回转的金额，就是，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好，所以这个例子，这种情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的话，差五年三月三十一号为止，它的账面价值有多少？用刚刚是不是每年的折旧费用是50万？我们乘上四，一共到差一到差四年底，然后差五年是什么？四分之一，所以是四又四分之一，或者是4.25。所以呢，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的话，到差五年的3月31号为止，它的累计折旧是212万5千，所以它的账面价值就500万减掉212万5千，这样看懂吗？好，这是累计折旧，就是假设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的话，所以呢，我的账面价值就是287万5千。好，意思是说我从头到尾如果回转的话，我最多我的为了回转的话，我不能超过我的那个账面价值，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之下的账面价值。好，所以方法二是先把我未来可以回转的金额先算出来。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前面一样。好，如果方法二我一样是带第一个分录，我还像那个折旧带累计折旧一样照做，我只是现在做的是它可以承认的带出售的金额，带出售非流动资产。好，我把累计折旧都冲掉，累计减损。好，然后再来呢，我把机器成本跟前面一样，这个机器已经转为带出售了，然后我的那个累计减损，这个累计减损呢是带出售的。我这边的金额是多少？一样是那个，因为这是我算说我可以，我未来可以回转，所以按照他前面所承认的减损一样啊。前面的这些我的累计折旧是200万，我的减损金额一样70万，我的机器一样是什么？500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我现在的那个账面价值是230万，我一样减损，因为我账面价值一样有减损是50万，因为我的净公允价值在差五年三月三十一号一样是180万，所以我现在的写法只是说我可以承认回转的金额有多少而已。好，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呢，我的账面价值。我现在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减损的情况之下，我的账面价值是这个。好，那我现在的账面价值是230万，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这个70万能够回转的话，如果说我的减损70万能够累计减损可以回转的话，我是不是又回到300万？可是我最多只能287万5千而已。所以呢，我未来可以回转的金额是只有57万5千。好，只有57万5千，我未来可以回转的金额最多只有这个。好，那我再加上我是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呢，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一样减损损失？因为我一样账面价值230万，但是呢，我这个那个转列的时候呢，它的减损损失。那个净公允价值就180万，所以我还承认减损损失50万，所以我跟前面一样，我只是把方法二跟我后面三月三十一号把它重分类为待出售的时候的减损分录合在一起而已。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呢是金额，我的待出售的金额会怎么写呢？你可以看五十万，哎，就五百万加上五十七万五千，加上五十万，因为我们还要把五十万放进去，所以是六百万零七万五千。就我现在就说我的待出售非流通资产要怎么写？所以这边是287万5千，就是把我原来的可以回转的金额写进来，就这样子，这样看懂吗？所以这边不是这样啊，我这边是100加50万，所以107，因为这边承认结存损失50万，所以这边是107。就跟我们的365页的方法二。所写出来结果跟什么？跟我们的3月31号所要做的减损损失的分录把它并起来而已，这样看懂吗？好，你要写哪一个都可以，方法一跟方法二。好，方法一是比较简单一点，是反正我的减损，好，我就先把我的减损，好像这个减损呢，因为未来减损可能可以回转嘛，好，所以呢我先把这个减损70万保留下来。那因为我在转列的那时候，那个重分类的时候，它有发生减损50万，所以合起来是120万。那这个呢，是我先把未来可以回转的金额先算清楚，好，先把它算出来，然后呢，再来承认我的账上的金额，就这样子。这两个方式有一些些的不同，好，但是对于后续的影响。当然你前面怎么做，后面的分录要怎么写，一定会有影响啊。只是说，你的金额啦，可是你的科目是没有变，科目是维持的，这样看懂吗？这两个的处理方式。好，这个课本上面只是把方法一跟后面的3月31号重分类之后的评价分开写，我是把它合在一起写，因为都是在3月31号要做的事情。好，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分录。但是第一个一定要先把3月31号为止应该有的折旧费用写分录写出来，你才能够得到那一天为止的账面价值。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咯。好，接下来看一下，我在这是3月31号的，然后呢在9月30号我的价值回升为240万，回升为240万，我前面是不是180万，回升到240万，是不是有60万？对不对？原来是180万，3月31号。然后等到呢，我9月30号的时候，它价值回升了。好，净公允价值是240万，所以我是不是回升了60万？那回升60万，第一个先去看，我这边减损承认50万，不管方法一也好，方法二也好，都是承认减损50万，都没有问题。所以50万一定可以回转，因为我现在可以回转的金额是60万，那所以50万全部可以回转。但是我前面的之前的可不可以回转呢？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好，之前我们前面是不是有减损，是有那个都超过了60万，所以我们照理说是可以回转的。好，那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是特别，要提醒你，9月30号我就不用再去算它的账面价值。因为它已经重分类了嘛，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当你重分类为非流通资产，重分类为待出售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做成本分摊，因为你重分类待出售的时候，你就没有在使用它，你没有使用它就不会产生效益，没有效益不会造成收入，你就不用去分摊它的成本费用。好，所以这是要提醒你的，9月30号呢，我们直接去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9月30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它从它的价值从180万这样增加为240万，就60万。那这60万呢，完全都在我们的可以什么，可以回转的范围之内。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方法二的话，我可以最多最多可以回转的金额就是107万5千。那方法一没有告诉你可以回转的金额有多少。好，它虽然承认的减损损失有120万，但是它最后不能把全部的累计减损120万全部冲掉。因为什么？如果你冲掉的话，是不是会让你的账面金额大于，就是高于你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减损之下应该有的账面金额？所以方法二是什么？先把你未来可能要做的事情先把它算出来，
这是方法二的方式。那方法一呢，是他先反正就是先做，那等到要真的回转的时候再来评估，好，这是方法一的处理方式。好，那这个例子里面呢，因为240万增加为180万增加为240万，只有60万，所以原则上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们在365页，我一样可以承认减损回转利益60万。好，这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11月30号呢，他真正用270万把它卖掉。既然他把它卖掉，好，所以呢，我要把他所有的资产都冲掉，所以所有相对这边资产的科目跟他相对应的科目要一并冲掉。好，所以呢，看一下，如果是